从青龙门出来的是一年前进入这地下斗神赛修武仙法获得90连败的超级新人白练，据说打赢了这一场他就会隐退，真是太可惜了呢。他的对手是在这残酷的地下斗神赛隐退的老人，在残酷的生死斗中活下来的，战绩25胜6负的鬼王枪龙夺，如今为了治愈女儿的绝症再度复出。这趟世道残酷，你我无冤无仇，既然在此相斗，各自有着不得不活出性命的理由，即使给那些自诩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们当作消遣的乐子，那就生死无怨，各安天命。出现了，出现了，这是只有五仙队兵线才能打出来的壮烈鬼王蛟龙夺，得以在此地下世界立身的仙兵斗技仙兵断剑，一枪在手，终身无死角的防御，想要破他只有一种方法，此枪一丈之内若无3倍强我万法不侵，你行吗？不行也得行，先我呼吸伏虎金刚盆，一枪破山，白练刀枪不入，但是龙夺用强力的枪兵剑法穿山阻止了他前进的脚步，龙夺化解了进退两难的死局，把两人带进了消耗战。很厉害的一招，但是你能坚持多久啊？切，他消耗过度，机会天影龙夺，什么？结束了，仙武斗技双连，这就是2000年后的世界吗？一过来就感受到了熟悉的味道。就算是来世的我，也仍旧身处这个世界最黑暗的地方。这算是宿命？哼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2000年后的我。起来了，刚才那枪没有贯穿他的要害吗？怎么可能？喂，别站起来了，既然活着就别送死了。那家伙对我隐瞒了很多信息，
但不管怎样，既然此战是为了他，我们都有不能退缩的理由。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。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出不了的人，竟然敢不崇拜武家王城。白墨淘汰，下一个。系统，使用一次顿悟机会。第五层料了。身为魔主亲子，纵然第五层又如何？我圣玄宗不收。那就继续。真的，你让他九层料去了。秦羽啊秦羽，当年留你一条命，你在大荒苟且偷生不好吗？非要来自取灭亡。赵殿，李清河，秦家血仇，今日必将让你二人血债血偿。秦羽，你的修为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成为废人，怎么会？那我真正让你们来吧，秦羽。大师兄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系统检测到，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，部分功能现已受损，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 boss 永无头，开始新的冒险。这都是些什么呀？退出，我要退出游戏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怎么办？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。快跑啊，他们来了。啊，恶人族，肯定我逃啊，我们死定了。主演，这就是你说的欲要成为主角，先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现在够了吧？还不明白吗？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。从今天起，主爷我就帮你开启修为，选一把。我是世上最强的剑。接下来就让我见识一下无敌剑域到底有多强吧。